新型替代能源，以减少村民们对木材这种传统能源的消耗。我是从那个2001年初进的这个大自然保护协会嘛，现在还是三年半四年的样子。不听啊，小牛全让你们套走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啊？哎，汤姆，你想看什么电视节目？新闻，新闻是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。哎，汤姆，你今天看什么新闻了？我看了国际新闻，还看了体育新闻，什么新闻我都看了。哎，你看这条新闻了吗？没看。一个美国的大学校长要来咱们学校。大学校长？大学校长来我们学校做什么？他要来我们学校访问。是实力印证的尊严。新闻还说，现在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。这条消息说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大。是啊，还有婚姻问题、事业问题、人口问题、儿童抽烟问题、毒品问题。诞生兴旺。地球上的问题太多了。汤姆，好消息，中国足球队要出去比赛了。去哪儿？去欧洲和美洲比赛。他们能赢吗？还有什么消息？这张报纸说博物馆有两个新展览。什么展览？一个是印度结婚风俗展览，一个是非洲艺术展览。团结，我想去看看。一定很有意思，咱们一起去看吧。好好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新闻节目中国。